首新作品继《长歌行》成为影迷宠儿后，这次搭档师妹张子枫合作新电影《盛夏未来》。这部讲述一个即将面临高考的女高中生晨晨，无意间发现由郝蕾饰演的妈妈竟然和一个叔叔发生外遇，心情低落甚至沮丧，却在一个谎言下认识了吴磊饰演的校园网红郑雨欣。青春年华，他们能合力面对成长的种种难题吗？这类青春校园电影不只将吴磊、张子枫两个人凸显青春，更让这类校园电影预告推出短短几天成为热搜榜的热搜话题。事实上，这部电影三月十号刚刚杀青，预计2021年七夕准备上档。身为北电师兄妹，吴磊、张子枫已经是二次合作，两个人都是童星出道，近期演艺成绩更是一个比一个还要高。吴磊靠着《长歌行》成为大陆戏剧最受欢迎新宠儿，妹妹张子枫则靠陆总《向往的生活》打开成年后的知名度，加上乖巧听话好形象，笼络不少演艺圈哥哥姐姐们的各种关爱。你看这腰表的点子，到水花是吧？哇，像往下，这你就自然一点挺好的，趣味点挺好的。别动！盛夏未来的上映也成为影坛上的热门话题。